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26集。今天给大家做 SS88 号的 Sideway， 台湾这边的翻译叫做阎王啊，然后大陆的朋友们称呼它为边路，那这个两边翻译实在差的太多了啊，所以我叫它 Sideway 吧。那它是来自真令第二集 Revenge of the Fallen， 这个合会啊非常漂亮，然后应该是新的，以前好像我没有看过这个 CGI 的插图。那它有一个有点意思的这个手，这个造型跟我之前印象中差别比较大。那后方，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玩具的宣传图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，个人很期待。它这个体型身形是我非常非常中意的体型。那实际上拿到以后，我必须说这个玩具其实没有让我失望啊，整体来说我是比较喜欢的，甚至我还蛮推荐各位，行有余力的话呢，就先把它给买下来吧。它是有一些缺点了啊，比方说这个脚部内侧大量的空洞，还有它的身上球形关节非常的多。那么我初拿到的时候呢，是以脚踝呢最为的松弛，那这个脚踝的松弛呢会造成它站立上的一些不太稳定，所以我就特别给它加固了。其他的髋部、肩膀、手肘都是球感，但是目前还行啊，就没有给它做加强了。然后背包的处理我只能说其实很漂亮，虽然是整个车尾巴盖在后面，但是造型就非常的完整啊，甚至加上车尾那个造型之后，这两点红啊其实是很漂亮的。那么整体的颜色呢很狂派，就是电影戏里头狂派的样子，就是黑白分明的形象。那它的大小尺寸我先跟之前这个 Barricade 做个身高的对比，非常的接近。然后你会发现他的手这个造型是不是很像 MPM 这个里头的这个 Barricade 的手啊，做的造型非常的像。那所以我就把这一款拿出来做一个对比，哎，我发现哎居然不是 SS 里头的这个 Barricade 的造型呢，并没有采用这个形象。那我拿出老模具好了，老模具真人电影第二集的时候，不过我手上这个 Sideway 的话是一个特殊的弹孔涂装啊，这是比较精致的一个涂装版本，比较不一样，两者的身高差别非常的大，零件数相差也非常的多，那摸起来的塑胶的质感也完全的不一样，档次完全不同。但是你要说我觉得哪个造型好看，其实我觉得 SS 这一次的造型是比较胜出的，站立性也比较好。先前这个版本你看看这个脚底板就知道了，这个站立性是有着严重的问题的。那还原度来讲的话呢，我因为电影里头跑得实在太快了，其实也看不出来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两者各有其所长。这一次虽然塑胶摸起来非常的山寨，对，没有错，这个刻线什么的，你用肉眼来看呢，可能都能够感觉得出来，是有点廉价的样子。但是它的美型度还有这个一体把玩的感觉确实是相当之不赖的。它附带了一把武器，武器的话呢握持的方法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凸，这个凸就从这个孔洞扣下去，指头穿进去到这里插上，插进去就行了啊，握持力度非常的好，没有问题。两手呢都可以做一个互换，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的话呢，它的背后啊这里有两个孔洞，不是圆形的洞啊，是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洞，你可以把它扣上去。好，基本上的稳定性也还不错，就完全可以把武器给放在身后了。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细节的部分。首先它的银漆我个人觉得是好看的啊，不会很刺眼，那看起来可能稍微有点廉价，但是想想这是美版大货的玩具，就不要计较太多了。那么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两片部件是收进去的啊，那就记得要把它给翻出来。然后手臂的可动的话呢，拇指可以单独的动，其他的三指共用一个根部关节。那这里有一个球形关节，就是代替了额头肌的转动还有手肘的转动。手臂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变形的需要，它可以上下搓动，稍微动一下。那这个翅膀的话，严格来说是没有可动的，因为你往后退一点的话呢，背包就被撑开了啊，所以翅膀的话就让它永远冲天吧，让它看起来更大一点没有问题。胸口的这个部件你可以尽量把它往前面斜推，那它胸口的破碎感再强一些。头的话是个球冠，但是它转动起来很紧啊，我手上这款是非常的偏紧的。那脚的话就是这里髋部一个
可以前后动，而且变形的时候是会需要转动到的关节，外摆内收，膝盖，膝盖的幅度就比较特殊，只有这往前跟往后啊，那膝这个脚踝，然后我已经有加强过了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地的一个稳定性，不然的话呢，其实是真的还是蛮松的，整体来说，这款玩具的架势很好，就很像反派的机器人，个人比较喜欢啊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给他很多的嘉奖的分数了。这个变形的话呢，先把这个地方解开，整个推出去，到这边，那另外一手也是一样的，从这个地方解开来，啊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整个推出去。再来的话呢，把上面这一块推开，整个背后打开，胸口也整个提上来，这块部件往前面按下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引擎盖两侧这个胸口的部分呢，可以先把它给按下去。那这个翅膀啊什么的都可以先把它给稍微按下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把后面这个部件推上来。我需要这个空间，那这个空间是要做什么呢？先把头转正啊，我们把这个脚啊就跨过它，这里组合下来，组合过来到这边。那过来的时候要扣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这个地方有个凸，扣侧边有个洞，还有这个这里先扣上。另外一侧的话呢，则是两个脚要互扣啊，互扣，这里放进来，这个有个凹槽，直接的整个把它放进去，到这边，然后这里下方这个地方扣上，然后这两脚中间这里它也是有一个咬合的，记得把它给咬上去，到这边。那到这里的话，变形已经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部件，往前面推上去，到这边。那这个手就很简单了啊，这里这块部件把它捏上去之后，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把这个手臂给推到下方啊，这样就行了。推下，整个推下去，整个推下去，到这边下来啊，各位应该可以看到。那其实它里头的话啊，这里再给我看一下，它其实这里，怎么说？好像没有，我就当做我胡说八道吧，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卡扣，只要把手给收进来就可以了。那收进来之后的话呢，就是这些地方有一些锁扣，就看到什么就把它给扣上去，看到什么就把它给扣上去这里，然后手爪就是塞到这个缝里头，没有其他的一个，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了，就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变形的话呢，算是比较简单的，这里咬合咬上去，这边，这里这个地方尽量用力把它往上推，推到底。那整个变完之后啊，这个部件记得再把它往内压一些，然后。严丝合缝的这些部分，裂缝啊什么的，尽量把它给减少，因为它是银色的主体，所以如果有黑色的裂缝，就会比较明显。那就是记得这个地方把它压进去一些，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确保它的一个轮胎的滚动性是 OK 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一款，Sideway 的变形呢就算完成。那我们先示范一下，它的这个武器是扣在这里，很蠢。那我想就不展示这个形象。那扣一定是扣这一边，如果你反过来扣是不行的，因为它就会碰到地面啊，所以也不用担心会扣错。好，各位明白知道就好了。那它的体型没有很大，这个，甚至比一般的 Deluxe 等级稍稍短一些些。然后它这个车头有点像这个那个什么千斤顶，我觉得啊，有点像那个。是，就是那个是上一档的那个《地球崛起》，还是这个，还是哪一款 我忘了，还是 SSR 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的那个 Weird Jack 的感觉，有点像啊，但是我懒得把它拿出来做对比了。那它有一点可以大大嘉许的，就是它的一个玻璃，应该说透明的部件啊，挡风玻璃都是透明的啊，这个很难得了啊。现在的这个没有给你用这个涂装啊，就真的是阿弥陀佛了。然后轮胎后面是有打铆钉，前面没有。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，其实它的漆面我觉得真的是不赖啊，看上去还挺有个样子，但是没有，好像没有那个奥迪的那个车上的 logo，对不对？奥迪那五个圆圈是没有的。然后这个进气孔还是什么装置啊？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，车尾灯也好看。我觉得这一款在人形跟车型，甚至在变形方面的表现，我个人觉得都相当的不赖。还蛮推荐的，如果各位有心有余力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一款，可以先把它给买下来，因为这一波，三个 Deluxe 等级吧，SS 推出三个，
那另外一个是大黄蜂，还有一个是86的那个 RC 那个应该是之前有用过的模具了。大黄蜂就是推出到大家都已经快要看到烂了啊、哦。然后这一款 Skyway 的话呢，时隔了十年，对吧？哎，这09年，这是2020年，时隔十多年之后啊，推出了属于它的新模具啊。个人强烈推荐啊，这一款可以先把它纳为啊我们的收藏。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